哇，表弟，我们发财了！不用下矿就能够那个啥，可以可以，这个他有那个，他有宝贝，我们把他留下来吧，表弟。我要鞋子，鞋子，班长，我要鞋子。我要鞋子，我要钻那个钻头多点。我要鞋子。不要搞这干嘛去，臭表弟！真是的，把钻头给我一个，表弟。我没裤子，我没裤子。我要裤子，我要裤子，我也没裤子。哎呀，表弟，你抢我裤子！干嘛？敢抢我裤子，真是的。我没有头和裤子。我要头，我要头。我就要摩天轮。我不会给你，你给要、啊、要就会给的。哎，裤子我有了，我不要了，我要那个头套。我也要头套啊。我要头套。哇！表弟，你不要老是围着人家好不好？真的是个个屁。你刚刚还要踢人家，你围着人家干嘛？没头啊，没头套吗？那还有什么？要不钻头什么的多给我几个吧。对对，我也要很多钻头，要不多给几个钻头吧，其他的我不要。而且感觉捡了个宝啊！我也感觉啊，等一下乐大考试，那个什么挖泥巴的之类的都让他干。哎呀，发财了！没东西了吧？没东西了，表弟说要踢掉你。这个裤腿我留给我们家的小俊元穿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这个裤腿和这个衣服要留给我们家的小俊元，还有裤子，要什么？钻头，钻头，还要钻头，钻头，还有、哎、那个能量剑，能量剑多来一点。啊，能量剑要附魔的，附魔的。有皮肤吗？啊我要这个，我要你手上的这个，我要手上的这个，整个的我要这个，啊发光，我要，你走开，表弟，哎呀，要保护我，我是个女孩子，人家柔弱，人家怕，哎呀。丢给我、这个。死了。人家怕，人家怕。表姐不在。哎呀，太过分了！哎，我要这把弓，看起来有点帅。太过分了，表弟！趁着我被掉下去的时候，就是这样子对我。把手上的弓给我，好不好？我丢一下。表弟，你别老是围着人家。我家背包有吗？我家背包我也要。那个。木质弹弓。发射器。弹药不足，有没有无限发射的？我给表弟。还有这种啊？哇，实践。哇，钻头。钻头吧，等下我多放点东西在，等下表弟这有个野人，小心，太富有了，哇，谁有我们富啊？我们太富了，来继续，哇，我还有链锯，哇，走开呀、啊，表弟，你把老别老你怎么全给剪掉了？你剪掉了，你别动，你这个广场舞大爷跳什么广场舞啊？给我走开一点，真的是。哎呀呀，这些我都要，还有吗？我不要你的石稿，你给我走开，你不要丢一些这些垃圾东西给我。这是故意的对吧？嗯。小姐，你站着别动。嗯，滚！你就是要给我一些什么木东西，什么土东西对吧？给我走开！来，给我一些，我要你的手上的那个东西。哎呀，表弟，你又想推我是吧？又想图谋不轨是吧？啊！表弟啊，又想推我是吧？又想推我是吧？感觉有了这些东西，挖矿，挖矿多，那个想方便多了是吧？走开！哎呦，钻头我要，能量剑我也要，我要能量剑。你怎么全把剪掉了？表弟，裤子你剪吧，表弟。裤子没啥用了。还有吗？算了。下次别的技能给他穿。对，哎呦，干嘛呀？你干什么东西？表弟，你捡了这么多宝贝，你还要啊？给你吧。我好像也挺多，能不能来个附魔的？这东西都没附魔呀，小黑。哇，我两个钻头是附魔的。我这个能量剑没附魔呀。能给个亲亲礼盒吗？啊。这个剑不要了，我就要钻头，我多几个钻头。没礼盒吗？那有啥东西啊？啊！钻头已售完了。钻头卖完了。啊。好的。哎，还有一个，这个再给我吧。哎。这个死
要，你真贪心，一直在那里要钥匙。哦，面具。啊，我宝贝也很多啊，我先拿个保险箱过来。那个，你到我家去丢吧。你到人家的宝。小丽，你走开，不要在我家待着，走开，回去。哇，铁都不要。还要啥铁啊？这个表弟铁怎么样？走，滚回去，滚回去！表弟，你滚回去，不要在家我家待着了，走开，走开！去那班长，等下偷偷的，再给我哈，偷偷的给我，就给我把他给弄出去。对啊，哎呀，表姐这个箱子里丢一堆垃圾。快点，快点去，快点回去！铁大班长到我家去弄，真的。你要笑死我吧你！啊，到你家去，人家死都不跟你回家，你家没床，真的是，走开！哎，我都吃的都丢。班长，等一下，我先回家放下东西。你等一下。你要不要脸，表弟啊？要不要脸啊？等我一下子啊！铁大班长，快点放箱子里，快放箱子里！铁大班长，在这，快点，我就，快点放箱子里，箱子里。然后我开攻击啊，表弟一来我就打死他去。表弟不准来我家了，你都已经这么富了，你还老是来我家，是不是？哎，表弟，我现在头有点晕。嗯，头有点晕，头有点晕。我现在头有点晕，这一下子发财了，我头有点晕。幸福来的太突然了，是吧？嗯。对啊，表弟，为了你影响美观，我给你修一条桥上去吧，真的。太多了呀。对啊，我这太多了，装不下。给我一点可以吧？我就拿一点。不要不要。你就大发慈悲，给我一点吧。我整理一下东西。可以吗？啊？你能不能施舍我一点？等下我给你修个桥啊，表弟，我先炸了再说。我在这里修个桥啊，方便你来我家，表弟。这免得你天天上去还得那个啥，我的小飞鼠呢，在这。哎呀呀，挡住了，我的天！表弟，我去你家不方便呀。你去我家，来我家干什么？啊？来我家干什么？瞧东西啊，表弟，我给你修一条桥上来，真的是，这影响我的房子的美观度，你知道吗？这老遮住了，挡住了我家的阳光，哇，一点都不美观。我发财了。干嘛？没什么。什么发财的？表弟，不用去那个到钻石，什么东西都有了，对吧？瞬间就变得富有。表弟，你能不能去我家干嘛？我把你家先给那个一下呀。干嘛呀？你看我修了一条桥，你就可以走过去，而且是巧克力的桥。哦，表弟，我错怪你。对吧？你还好意思怪我？你老是挡着我们家的阳光，真的是一点都不那个啥。老板长，再给我一点东西吧，我真的没。表弟，你这么贪心啊？老板长，再给我一点。哇，哎。那个大班长，你还有啥东西啊？我想做房子，我这个房子里面我想要一些印刷块有吗？没有，让开的。什么？你又在这围，你给我回家去，表弟，好好做房子好吧？老是围着人家要东要西的，怎么这么要啊？你看看人家小恐龙就丢给你，没什么其他钻头啊？怎么老是要钻头啊你？哎呀，表弟，有个野人，是哪里有野人？野人刚才打了我一下，哎呀，什么情况？不知道哪里偷袭啊？不知道哪里去了。我的天，刚才那个野人也打了我一下。
我要租房子了，你给我滚开！哇，有一千块哎！我走开，这个死表弟，你干嘛？你走开！我为什么一个都没捡到？能不能给我几个呀？哇，好多一千块呀、啊！我的天、啊，这租房子真好看！我的天，班长，我一个一千块没有捡到。干啥呀？怎么给他这么多绿的？表弟，你走开！我要一千块，走开！我要租房子呢。你干啥呀？嗯。快点拿出来，快交出来！我的剑就要发了，印钞快！什么东西啊？印钞快！没拿，没拿。我明明刚才看到了。我伤你一分，你就要我性命啊！我的天、啊，表弟啊，这不可以，这不可怕呀、啊！给你伤我，这就是不对。这怎么弄啊？我的天，我的印钞快！你拿那么多快要干嘛？我不要拿两回去剑家。你的家用木头呀，真的是，你怎么老是跟我抢东西呢？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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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我的天，走开走开，真的是。表弟开心啊，捡了这么多东西啊！哎呀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么多东西。